就係、是、參加咗我哋三秒 V 面挑戰賽嘅冠軍嚟嘅。咁咧佢就好犀利咧，攞咗冠軍之後咧，就會有18盒我哋呢個 V 時嘅面膜啊。咁總共三個月份量嘅，咁咧就價值14,400元嘅。咁可以睇下吳小姐有啲咩得獎感受啊？首先好多謝大會揀咗我出嚟啦，都好好驚喜，所以。今次攞到個獎都覺得開心嘅，同埋我覺得開心嘅地方係我其實上次旺角 roadshow 第一次接觸到呢個面膜啦，其實冇諗過有咁神奇嘅面膜又可以慳時間，3秒就可以完全保濕，而且個效果係非常顯著，所以今次有機會攞到個獎就好開心，可以同屋企人繼續分享。因為上次咧其實roadshow 嘅時候有個試用啦，有一盒啦，咁跟住我同屋企人開箱 share 之後咧，發覺佢哋都覺得效果非常好，而且好神奇，好好用咯。咁今次有咁多可以同屋企人再開箱 share， 希望佢哋都中意，一齊同埋多啲人知道。這個效果是啊，因為這個真的三秒什麼年齡都用得的，你很累落了妝之後你不想再花20分鐘去敷面膜的時候，這個就真的很幫到你了。是啊，還有這個呢化了妝都用得的。是啊，所以冬天你譬如怕甩妝的時候，我即我自己這樣想，如果你三秒的話，你在妝上面可以再加，那你就沒那麼甩妝咯，甩粉咯，冇錯，而家好開心啊！攞曬三個月嘅份量翻屋企，慢慢用啦，多謝曬。